陆基机械，它在生活的过程中呢，一定要到海里头去产卵。马路上压死的这个现象，那我们就挖一个洞嘛，让它去啄嘛。研究团队运用人车分道的概念，设计出提供给寄居蟹行走的专用地下道，作为测试阶段的实验性廊道。这是全世界少数专为蟹类所设计的生态廊道。为了测试蟹类生态廊道的效益，研究团队利用晚上捕捉一些寄居蟹，观测它们使用生态廊道的情况。研究团队认为，生态廊道只是舒缓眼前的危机。如果要真正落实生态保育的工作，关键点还是在于改变人们的观念。